赚钱包，家务全包，收入乱交，孝顺父母，上进学习，待人处事，没事。莫文就是我一辈子的牵手。谢谢你的到北京哦，没有没有，不要讲，对，下次必须弄，你带小孩子去，对吧？你又在那边，好的，我愿意。这个精彩难免，啊，希望寄望恁就是爱当久久长长，啊，像我甲恁妈妈同款，嘛冤家三十几年，但是即阵是那朋友，对，我一直很相信缘分这件事情。我以前人常问，大家都问我说。我都一直跟他们讲说我都还没有遇到，但我现在遇到了这个缘分，你们不用担心没有人可以养我，我和浩文会好好经营彼此的感情，就这段婚姻，我也会好好当这家的媳妇，